一层油，我以为它会很油，结果不会，它鸡汤是清的，是不是因为有加茶叶的关系？因为它是茶鸡汤。在一起后一起去旅游的县市是哪？三南投欢迎收看《于是这样》，我是于晶。那我们今天呢要干嘛？给记得你鸟儿有虫吃。那么晚起的猪呢？猪呢？我们今天是休假日，然后呢，我们睡到12点，再吃个早餐，发懒一下就到了2-3点。那2-3点呢，天气这么好，到底要去哪里？于是我们就想说，那出来约会吧。那因为呢，每次拍片都是洪先生帮我拍摄当摄影师，那今天一日约会 vlog， 我打算自己来掌镜。哎，轻松了吧？不会劳动到你，你今天就快乐的去玩耍。我们马上就来开启我们台北半日游行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猫空缆车，我们想说去上面，然后下午到晚上的时间可以去看个夜景。然后我没有搭过猫空缆车，真的是台北怂哎！你搭过吗？你有搭过吗？有啊，我有搭过，当然，但我已经忘记上一次什么时候搭了。你跟谁来搭的？忘记了。忘记了吗？很久之前了。确定不是 girl？ 在我还很瘦的时候。你还很瘦啊？那你现在是？瘦啊。被我摧残的吗？对。被我摧残的吗？是水晶车厢吗？对啊，下面是空的。那以前你等下被看光光。全是被看光光吗？对啊。你会担心吗？怎样？哇哦！其实我会怕哎、欸，真的是，像是镂空的、欸，有点可怕。那等一下呢，整路上我们会再穿插一些小 Q&A， 就是因为呢，我跟童先生也在一起了4年多了，那我们想说一些事情也渐渐的淡忘了呢。请问，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做什么事？一二三，讲出来哦。好，一、二、三，吃早餐。哇！太重了，你等一下啦，我才觉得很感动。刚刚抖了一下。好，那我们之后下一个地点再换下一道题目吧。我们刚刚已经过了第一个站是动物园南站，然后接下来要去下一个站。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好，在一起后一起去旅游的县市是哪里？好不好？可以吗？旅游。对，去玩。1、2、3，南投啊，台南，对，抱歉。南投，还没有去过南投啊？你跟谁去的？没有，抱歉，我心里想着是台南，但是我想说，我怎么想出南投？来，要把门打开，把你丢下去。不要。接着我们的缆车要到了第3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嗯。于是我们再来一个 Q&A， 请问，我想一下，我刚刚想到，等一下哦。因为我们以前是远距离，就是我在高雄，他在台北。像这个人很喜欢给惊喜，那时候我真的是，就是他这样才能获得心，对吧？哎、嗯，距这段时间，你给过我几次惊喜？很疑惑吗？嗯，就是那种我们都很印象深刻的那种。2、3，两次。生日吧。这是两次吗？对啊，一次送蛋糕，一次就是回去。我的答案跟你不一样。对。我的答案第一次是在到了。因为突然就到站了，于是我的问题的回答是一次就是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刚很晚了，11点了走出来，看到我的机车上有一些保温瓶、姜茶跟一些就是甜点吧，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是谁给我的，结果他这个人。就从那种暗暗的骑楼下走出来，我真的是超吓到、超吓、超感动，因为那时候打工，然后很辛苦，肚子很饿，身体不舒服，他竟然就出现了，就是远距离的一种加温度。嗯，对。然后第二次跟我室友串通，然后躲进我们家，我当时也是吓死哎、欸，没错、啊，没错，我就是这样叫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真的很……等一下影片会放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刚刚从这边搭着这个虚线这样搭上来，现在在这。现在在这。是我们越过了重重的景点。哇！
鲁冰花海。有看过鲁冰花吗？有啊，妈妈的花。哎，怎么唱？啊啊啊！鲁冰花，鲁冰花。啊啊！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蛙。叫妈妈是吗？缆车到毛童站，为了就是来这个景观茶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猫缆。那这是它的菜单，就是每人有200元的低消，然后收是它的服务费。那它的我稍微看一下，它这边都是饮品类的，有啤酒、果汁、拿铁或是一些鲜奶茶。那这边呢，就是主食也有炒饭、炒面，然后凉拌菜跟一些热炒青菜、点心跟。那吃饭前又有一题了。我们就是有来台北找你的时候，印象深刻。我们有过哪一个节日？那吃的餐厅是什么？不难吧？虽然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可能我们两个记得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可以稍微来回答一下。三七夕，满堂红。不是吗？你刚说什么？满堂红，情人节。哦，对对对，我们是在桃园实习，然后我就上来找你，然后他就直接下班带我去吃麻辣火锅，知道吧？好的，我们准备吃饭吧。然后这是它的茶叶，我觉得它的鸡汤蛮厉害的，就是它的鸡汤是有那种平常药炖的鸡汤味，但是又带一点很清爽。刚看到它上面浮一层油，我以为它会很油，结果不会，它鸡汤是清的。是不是因为有加茶叶的关系？因为它是茶鸡汤，还跟刚才味道不重，然后有一些山药味跟土鸡的味道，但茶味也不重。我觉得茶对淡淡的清香味。饭很粒粒分明哎，而且它每一个饭都炒到就是茶叶跟那个鱼软吗附着在上面哎，我觉得蛮厉害的。虾仁，就是它的炒饭的味道啊，很入味，然后很香。那虾仁反而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入味，但整体来说是好吃的。尾鸟，它就是一个散菜。我觉得很好吃哎，就是两个柚子的香味。嗯，它是有加柚香的那个酱汁，然后它是脆的。它因为我很怕就是那种有酸菜啊，会有那种丝，你知道吗？纤维。对，很多纤维咬不烂，但它没有哎，它很脆，然后一口都要吃下去，很嫩。应该是我们今天点的这三样都很棒，都不错，真的。噔噔，我们吃完啦，那我们差不多也要结束这一天的半天，甚至不到半天的行程。要来一个小问答，请问我刚刚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下来最受不了对方的点是什么？就是是哪一个地方？首先我们先回答男生的部分，就是你觉得我最受不了哪个地方，然后我要讲出来，可以吗？想好了吗？一二三，吃饭很快。怎么不一样？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脏是不是？你没有说我很脏，就是吃饭吃到就是快到我觉得他没有咀嚼，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健康，就是吃很快这件事情。直达车、嗯、对啊，没有在听的。 OK， 接着换女生的部分，就是好，可以吗？嗯，好。你怎么想那么快啊？可以犹豫一下吗？很多缺点啊。什么叫很多缺点？不知道要讲哪一个。受不了的地方、哦、受不了。好，一二三，碎碎念，叫我把他拍很瘦。你说拍照的部分吗？对。你觉得这一点让你最受不了？对。就发生在刚刚。对。就说哎、欸、为什么把我拍那么胖？那不是我问题啊。不是，他拍照真的是我指导了100遍都没有办法。就是。你强人所难吗？我不能强人所难吗？对。但是我有时候也是没有那么坚持啊。对吧？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他最受不了我生活日常的地方应该是我碎碎念的部分。还知道。哪有？你不要越讲越多，我说只有一个受不了的点。噔噔，我们今天的半日约会结束。
那今日约会，然后有含小小的问答游戏，如果喜欢的话，帮我在下面留言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分享。那我们下部影片与你同乐。拜拜。拜拜。回家喽。看篮球了。现在回家应该看得到第四局。你只想的篮球。